后边，我来了，我休息了，我休息了。不允许，大家都得在家玩。嗯，麻烦那您看一下这个吧。你给我讲劳动法了是吧？嗯。行，那你去人力资源告我吧，去吧。那我明天可以不来。你就去吧，没事，你去吧，去人力资源告我吧，去吧。我不去，我明天可以不来。去吧，去吧，没事，去吧。我明天可以不来的。去吧，没事。明天我来可以给加班费。给你啥加班费？嗯，劳动法上明文规定给加班费。你休息的时候我扣过你工资没？那咱就把请假条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把前面全部算算，可以不？那如果可以，咱就我那是我是请假。不是，你别管请假不请假，你有事那个啥，你超过多少天，咱们就按这个。咱们就按正常来，你要不正常来，咱都正常来。那你降薪呢？行，那你降薪呢？我降薪，一个月2000块钱够干啥？那你可以辞职呀，你没有辞职呀？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你可以辞职，没事，你对所里的所有规定是吗？因为这个你可以问院里，对，所有的所都把效益工资。OK，咱现在就说。就是你如果对现在，咱现在不说这个，你可以离职。咱现在不说这个，可以离职，没事。不，你现在就可以离职。咱现在不说这个。我明天后天我照常休息。那你休息吧，没事儿。嗯，你照常休息吧，没事儿。我工资还会继续再降的，你放心吧。好。啊。你降薪有啥依据呢？那我有依据，我肯定有依据。你有什么依据呢？我到时候会给你发东西的。你有什么依据呢？我现在不跟你说，我会给你说。那不行，我现在还没有告诉你我降多少了。我作为劳动者的乙方，我有权利知道。我现在没有跟你下过明文规定，要非要降薪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我跟你下规定了吗？没有吧？如果说你要有降薪的话，你必须得书面告知我。哎呀，小子，你好好干呗。咱是这样的，首先我要干得动。哎，你为啥抢我手机？你为啥抢？你为啥抢我手机？小郭，过来。你为啥抢我手机？我可没动你，刚才我全程举报你报吧，我没动你，你报吧，好。
我抢是从你手里都夺过来的吗？我操！你别动手机，你别动我手机。你为啥要录音？你为啥不经我允许要录音？我就想知道。你就告诉我，我为啥要录音？如果你正大光明的，你为啥要录音？我正大光明的，我怎么就不能录音了？你正大光明，你为啥录音？你为啥要录音？你为啥偷偷录音？我在进办公室为啥偷偷录音？我没有偷偷录音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孙总让我在录音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孙总让我在录音？我为啥不说？我拿着手机，我只是拿着我的手机而已。你把我手机还我。你告诉我为啥录音？我为啥录音？你把我手机还你。你把我手机还我。你为啥录音？你还我，我就还你。你告诉我为啥录音？我就还你。我没有权利告诉你。你把我手机还我行不行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他为啥录音？他为啥录音？他为啥不录音？这那不就完了吗？是孙主任他太激动了。是你太激动，是你太激动。你不激动，你就不会拿让他去告去录音。我没激动，我真没激动。我真没激动。你干啥干啥吧？啊，我真没激动。别激化这矛盾了，来吧。我全程没有一点说命令你。你把录音给我删了。你把录音给我删了，然后我就给你。你把录音给我删了，我就给你。你现在就删。我不删。你现在就删。这不是我手机里的东西。你现在就删。我想干啥我干啥。那不行。我手机里的东西。那不行。我全程没动。那不行。我不删，我不删。我不删，不好意思，不我不删。那不行，咱也没说啥嘛，你给对，咱也没说啥呀。那你也不能，那你也不经不经我允许到那儿直接录音。我这个录音就像你说的啊，降不降薪，他会不会降薪，你以后会说。然后我这录音我用不用，我以后我也会说。我不是，你没有经过允许，你就是不能录音的。你没经过我允许，你不可以降薪，谢谢。我对不起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样说的，但是我执行了吗？我没有。我是录音了，但是我会把录音。我没有说你用，我没有说你用，你录音就是违法的。我没有。你在不经我允许下，你录音就是违法的。我没有公开。没事，他随便弄，咱有依据。就是不行，不行，他不录音，他不删除，我就不给他。你们有依据，对不对？我不要，你不要跟我说其他的，你没有经过我允许，你录音，你就是不对的。小孩子在找点啥呀？给他吧，他不是给我毙了吗？毙了这干啥了？他不是给我毙了这个价了吗？不，我全程没动你，我全程没动你。咱也都按照院里的。不用陪同吧，没事你就在这儿报吧。规定执行了，行。你啥时候删了，咱俩啥时候走。我手机现在在你手里，你是抢我手机的人。你随便说，没事，你随便说。你随便说，没事。我在反映问题。你反映问题可以反映。你反映问题方式有很多，你录音就是不对的。我录音。你录音就是不对，你就是违法的，你知道不？我们你录音就是违法的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问律师，你录音是违法的。我们所说的所有。我不管你说了什么东西，你没有在经过我的同意下，你录音，你就是违法的，你就是违法的。我们都知道不？对不起，别在这说，走去我那屋。不，把我手机还给我。这咋给你？现在把我手机还给我。给他们让他走了。现在把我手机还给我。他不跟我说是我所以然，我为啥要给手机给他？给他说算，他要明白他也不会。不是，他明白也不会。不是，手机是我的手机。你瞧他这些事儿，手机是我的手机，对不对？手机是我的手机。给他赶紧忙，别这全是我的事儿嘛！你跟他交代啥呀？没良心的孩子，赶紧走。